前个半局呢，台北市队呢是真的打了一轮，两好三坏这一棒左半边方向，结果落地是内战打。今天两次上来打击呢都上了，一保送一安打，球掌握的都不错。他今天扮演的这个火车头哦，冲锋陷阵这样的角色，稍微高了一点。这个球虽然是靠近在内角，但还不够内角，所以稍微高了一点，顺势打到左半边。